的了不起，假的好心情。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《真的了不起》。欢迎萧红人还有方佑馨。来，我们进行第一个阶段抢分前哨战。萧哥，这是我的新专辑。OK， 谢谢。哦，红新专辑，凯乐。鬼才懂你。我希望萧哥可以多听一下。好，不过待会呢，你们两个，我希望能够把时间压缩的短一点。嗯，越短，等一下我们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，十万奖金挑战赛的时候，让你多一点时间打歌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OK， 准备了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两个进行式。早上。怎么了？嘴臭，形容词出现。三个字。所以呢？咕噜。漱口。三个字，咕噜。漱口液。咕噜。漱口水。三。螺旋。怎样？螺旋空。三个字。螺旋升空。螺旋升空。直升机。对。快。有偏高。那个。很慢。所以呢？很小。然后呢？很饿。大便。很慢，很小，慢爬，毛毛虫，冰冻，来，时间，我先，39，但他们有犯规的嫌疑，哪一段？一直他们讲怎么了，所以呢？你们都用形容词，三个字无所谓，你们用形容词来骗那个，他用形容词来骗那个提示的，39秒也不错了，OK， 还可以，比相中好一点，哦 ，OK， 好，来，谢谢两位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最重要一个单元——大说谎家。好，接下来要进行大说谎家这个单元。这个单元到底今天凯乐会带来哪一些的奇人异事？第一位是谁嘞？来，凯乐，欢迎第一位，他的事迹是为民服务、摘除虎头蜂窝的美女明代。你好。那种黑尾的蜂的话，它叮了，它是主动攻击的，就叫杀人蜂。OK， 那它一叮了，皮肤是会坏死掉的，所以它叮到我头皮还有脚这边，那像这边就不方便让大家看了，整个它就是会皮肤坏死掉。哦，好，来，所有的资讯都提供完了，现场三组来宾，好好想一下，黄玉芬是不是为民服务摘除虎头蜂窝的美女明代？真的还是假的？来，请选择。我觉得是假的。来，第一组压的是真的2分，第二组压的是假的3分，第三组压的也是真的，但压了3分。而你们为什么？你们觉得他有这么 gay？ 不是，因为他刚说他的那个裤管里面的那个脚有被钉，可是他没有撩起来，他就说不方便了，那就不方便。不是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脚这里有什么好不方便的？是不是在身上？可能是对，因为是什么？是以前的那种结痂嘛？可能是伤口。其实它整个现在还是黑的。哦，黑的。就是想撩，也有可能是脚毛太长了。没有。我有两个因为啊，因为我比较保守。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明代。OK。然后再来就是。我也是。对，然后这么美明代从8岁开始抓虎头蜂，这是实在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。OK， 来现场真的假的都有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觉得它是真的还假的呢？正确的答案是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晓得只要有虎头蜂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包括泡的蜂蛹的酒那些，今天有带来对不对？有带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黑的那种吗？这个就是黑尾，我把黑尾跟那个黄腹的放在一起，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是不一样。它是活的就摆下去，一定要活的，一定要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呢进酒的那一刹那，它会把它的蜂肚放出来，那我们要的就是那个蜂肚。对。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就有点像在购物台。前面还买很多东西，然后接下来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那接下来这个的功效是这个蜂蛹厂商代表，厂商代表，还有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是这个蜂蛹酒啊，这个蜂蛹酒呢，今天在这儿不卖哦，仅供推广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人要试试看？萧红人，萧红人吗？因为他是现在宣传型，所以他需要保养他的嗓子。OK。我家有一瓶土蜂酒，那个土蜂，那个在地底下的土蜂大的跟蟑螂一样，很大，真的很大。萧红喝啊，他不行，他不行，对，我在等大家一起啊，等大家一起，他祝唱片大卖啊，哦对对对，身体健康，早日结婚，比想象中好，就是对，就是干甜，他就是酒啊，对，而且
它很，但有一点点甜。你知道它台语叫做胖酒，真的很胖，很香。它的基酒是什么？是它基酒要40度，高粱还是什么？40度的米酒。那如果说是蜂蛹，就要加高粱了。这个蜂蛹的话，不然会坏掉。对，它要加到高粱。其实蜂蛹直接吃也不错，可以吃，有点奶香味。没错，我都拿来用木瓜牛奶。这个也有送奶效果的。我如果顺利生小孩的话，我会打个匾额给你。谢谢，太好了，要送金牌哦。好，来谢黄姐，谢谢，来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凯乐要为您带来的第二位奇人异事是谁？什么事？来，凯乐。好的，欢迎。二号他是只拍比基尼全裸照的摄影师，也都是在沙滩上啊，或者是在一些什么之类的这样。那有时候气氛到的时候，那有些 model 他们就一些女孩子，他们就为了那种画面呈现。他们会愿意就是会裸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，还是你会说？其实现在气氛已经到这样了，那不如我们就在是你提来，在事先我们有先沟通过。对，你刚刚讲这大部分是在沙滩或者什么，也就是说是在户外拍。对，都是在户外。户外拍怎么？旁边不是有路人经过？对啊，这个要慎选沙滩。拍了几个 model 了？我们讲光比基尼这两年差不多是100多个比基尼。对对。你本业是明代是？不是不是，喂，还是白头发。我是觉得他真的比较像明代。真的。那你个人有血压高的问题吗？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问这个？这样拍还血压不高啊？当然血压高啊。OK， 来，所有的资讯全部提供完毕，现场三组来宾。来，溜工先生，到底是真的当事人还是假的冒牌货？要押几分？请选择。跟他包了好不好？真的。谢谢，那你决定，你决定。好的，第一组押的是假的2分，第二组押的是真的1分，第三组也是假的，但押3分。第二组真的是佑馨决定。对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打赢他了，他觉得是假的。OK， 我觉得是真的。你觉得是真的？你觉得真的重点是在？一般的对摄影师的那个想法跟那个印象都可能有点像，譬如说像George哥这样子的打扮啊，或者对艺术型的。但是既然本单位会请到这样子外形的摄影师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，我觉得你真的是逆向操作。你的意思说，我们如果要是骗你们的话，我们应该去找一个，就是让你一看就像摄影师，像黄天仁那样子。对，所以你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借着你这个问法，说你根本觉得他长得就不像摄影师，你只要讲这句话。我只是要说人不可貌相。那你们假的是谁决定的 ？OK， 好，现场三组来宾，真的假的都有。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你判断刘工先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正确的答案是。郭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凯乐，下一位当事人是什么样的事件呢？欢迎各位是可以双手双脚同时演奏多种乐器的音乐神人。严先，会练就这18般武艺，多手多脚同时演奏乐器。阿伯，你平常是演一届是咪拢收百戏？不要，你只该许我这。我名啊。哦。你是他的名字？因为他名字叫我叫你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他名字应该改叫千玺啊。对啊，千玺。千玺。万霸喜的亏啊，又千玺。千玺是大哥哥啦，有这种。他有哥哥叫万喜。好，来，真的还是假的？要押几分？第一组押的是真的2分，第二组押的是假的3分，第三组也是押假的3分。只有你们独排众议，真的2分，谁决定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决定，我觉得他好诚恳，而且他讲话的时候，哎，我以前是做打卡钟的，他有在打节奏。对啊，你确定那是？我在打卡的打。有押真，有押假，3分2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所以让你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男人异事真多。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非常精彩的表演。那接下来凯乐为您带来什么样的奇人异事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。四号他的事迹是1分钟切100颗柠檬杀手，是来。
柠檬专卖店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本身是卖水，一开始我们本身是水果店，是家里这样，然后后来是因为想要兼着，就是想说有多点收入，就兼着卖果汁。然后当时我是被分配说，就是因为人手不足，所以当时对对对，就是切水果。可是当一开始人手不足，我们只有卖很简单，就是柳丁汁、西瓜汁跟柠檬汁。好，他是真的当选还是假的冒牌货？要压几分？题目越来越少了，来，请选择。好，来，已经选择完毕，凯乐。第一组要的是真的两分，第二组要的是假的三分，第三组也是压假的三分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真假假，正确答案是。对啊，你们一副沉冤昭雪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是不会切柠檬的？那你切什么的？谁不会切？你的本业是？我是 PM， 就是在上班族。OK， 来，凯乐，最后一位结义士是谁？欢迎，他的事迹是跋山涉水，分秒必争人肉救护车。我想问一下刘先生，在你们这样的行业，有没有一些禁忌或者是不成文的一些传统或规定？有没有？有。譬如，像到现场的时候，我就。听另外一平地的那个救难者哈，他应该可能讲不该讲的话，就扛不动。哦，真的，就扛不动。好，来，所有的资讯都提供完毕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要压几分？请选择。假的，我打。这个就假的，就先来演戏的啦。我感觉他像是在做上仪式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真的吗？有上仪式经验的，你也会讲出这一番。对呀，对对对对。真的吗？对，他如果是张仪社的人员，然后同时又爱登山，他也可以讲出一模一样的。对，所以我说要不要跟凹一下啊？你们都真嘛？对，我就不相信，我跟你凹一个假的。对啊，会不会假的？确定了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专辑，还有最近有参加一部那个音乐剧《天天想你》，然后这里面是用了张雨生很多生前的创作 ，OK， 然后跟爱情故事做结合的一部音乐剧。这音乐剧的名字也是他的一首很有名的歌，《天天想你》。呀，在9月5号、6号、7号在国家戏剧厅，嗯，希望大家有空来参加。OK， 谢谢。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，也非常谢谢观众，谢谢收看，真的了不起，讲得好心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